好，我们今天是音乐故事。刚才有人是因为家里的人有因为爱情，那你的音乐故事呢？我的比较简单，但是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，因为当时我第一次在电台听到黄品源的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，然后对我印象特别深，然后这也是我第一首学会的歌。所以有没有把那个感情寄托在这首歌里面？会。你告诉你，刚才对手很强劲，你要有真挚的感情打动评审。好 ，OK。想到你那个逝去的爱，不能结合在一起，那种痛苦，好吧？哎，欢迎江城建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。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哇！